真的是定高人。哎呀，那日在城墙之下，便觉得神似，未敢相认呐、啊。在下李平，见过高人。不必多礼。什么宁高人？什么玩意儿？宁高人赫赫威名，大家难道未曾听过？宁高人是滇族峰山上不出世的奇人呐、啊。他不仅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更是懂得为人堪舆虔诚。在我五朝，更是享有五行八作论纵横，谁人不知宁高人的美誉。严重了，相逢既是有缘，你我在这山野破庙也是上天注定的命数，想问什么坐那儿问吧。多谢高人。宁高人，在下已成亲多年，本应是子女成群为家族延香续火的时候，可是怎奈与内人不管如何努力，却迟迟不见动静。若高人有法可破，那对在下真是再造之恩，在下必当感激涕零。哎，坐这儿。高人请讲。在那江宁城旁有一瓦塘镇，瓦塘镇上有一通渠河，此河从北向南而流。我要你在河底寻18块鹅卵石，放在你的床围之下，在上安睡，不出一月，保你子孙满堂，福泽连绵。多谢高人。不必多礼了，退去吧。告辞高人，大侠打扰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你对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懂得倒是挺多。行走江湖嘛，总归要有一技傍身啊。怎么了陈栋梁，你也有什么难言之隐让我给你指点一二？我大可不必，老子从来就不信这虚头巴脑的东西。再说我越看你，我越看着像越看你就像一个江湖骗子。疯子，竟敢污蔑宁高人！哼，知道宁高人名号的人多了去了，江湖上的人都想冒充他。我看这厮不过二十出头，哼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江湖骗子。哼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叫鹤发童颜。哎，你二人需要再争吵下去了。是真又如何？是假亦又如何呀？赶紧歇息去吧，明日清晨还要点一点的粮草呢。好的，宁高人，我看在宁高人的面子上，才不与你计较。等等，此事事关军师的荣誉，不得马虎。大侠什么意思？大侠的意思还不明确吗？这高人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是，怎么是啊？这简单，只要他能算出我的来历、生平、家世几何，我便信他是真的宁高人。哼，你若是故意刁难宁高人，说对了你又死不认账，又该当如何呀？这也好办，我事先将我的生平写于纸上，只要与他说的一一对应即可。甚好，进来吧。大侠请过目。军师请吧。宁高人，怎么算不出来了？要不要去外面看一看星象，管一管我的掌纹？哼，江湖骗子。不是宁某算不出来呀、啊，是你的过往太过精彩，我要是说的少了，他们二人不敢相信；说的多了，怕你脸上不好看呢。但说无妨。那得罪了。
你姓冯名元，字文全，本是那武都城中一介药商，只因你八岁那年，你的父亲沾染上了毒瘾，至此家道中落。你的母亲无可奈何，带着你前往江宁寻找你的舅父，怎又被那追债人盯上，一路上围追堵截，让你有家不能回。你就住在学堂的书房之中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左胸上还有追账人用烙铁烙下的疤痕。我之事我从未与他人提及过，难道你真的是宁高人？哼，宁高人，宁高人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都说狗眼看人低吧。是是是，还请宁高人指点迷津。宁高人，请点拨点拨我们吧。你们两个过来吧。多谢高人。宁高人是吧？啊，也指点指点我吧。哎哎，你确定他是大家闺秀？你再具体给我说说，军师。千真万确，此女子不仅出身于大户人家，更是精通琴棋书画，模样嘛，倒也倾国倾城。先提前恭喜陈统领了。那个，还有，我再问问你，他品性怎么样？会不会武功？大家闺秀嘛，自然是温文尔雅，蕙质兰心，怎么会练武功那种粗鄙的东西？那不对啊。怎么不对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是吧，像我这样每天刀口舔血的人跟这样的女孩子在一起不合适。高人，之前呢你为刘西瓜堪于姻缘，我还觉得你是胡说八道，但是刚刚啊，你为我的姻缘这一番指点迷津，我是心服口服，所以，高人，我这孽缘有没有什么破解之法？哼，破解之法啊。配酒服用，风味更佳。我们五个齐心协力还弄不倒他，那咱俩啥事儿啊？哎，走吧，你手此地不宜久留。走走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咱们把他们也带上吧。啊？来，进来。哎哎呦呦，没事，快进，才能走啊。来，坚持一下。跟上。
这边这边，慢点慢点，照着这个，慢点。哎，几位，到了到了，前面这个商道，就有那个收治难民的驿站，我们还得回江宁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啊！多谢几位大侠出手相助，我等才得以逃出升天。各位的恩情，我等将没齿难忘。您就别客气了，快上路吧！啊，好，小心小心，火把拿着。谢谢大侠，路上慢点啊！告辞告辞，慢走慢走，告辞告辞。哎，慢走啊！你们听清楚了吗？他们叫我们大侠。怪不得有这么多行侠仗义的人，原来当大侠是这种感觉。只可惜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临安城还有很多。哎，就几个人不错了，怎么还真把自己当大侠了？啊，什么动静？不会是贼寇吧？别慌啊！你们是从临安城里来的吗？是啊，大娘。怎么了？你们有粮食吗？大娘，临安城里的人都没有粮食，我们怎么会有呢？我们有粮，我们的亲人都被困在了临安城。贼寇守城，我们也进不去。我想请几位，能不能把这粮食带给他们？大娘，您这粮食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临安城现在乱成这样，上哪儿找您的亲人去？这个忙我们确实帮不了，抱歉。一打仗，遭殃的全是老百姓，老百姓都没饭吃了。我想留下来帮他们。孩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救救我爹爹好吗？
虽然我们不能把粮食带给您的家人，但是我们可以筹粮，让所有人的亲人和临安城的百姓都吃上粮食。嗯，大侠，大侠，我们都听见了。我们虽然说是年迈体弱，但为了运粮救民，我们还是有把的力气，所以我们不走了。我们不走了。好。吵死了，吵死了！师爷，来了来了。老爷，你醒了。废话，外面吵成那样，我还不醒？那我变成死猪了？哎呀，快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老爷，外面有一伙人堵住县衙，让我们开仓放粮，说什么要把粮食送往临安城去。临安城啊？不好，肯定是贼寇来了。来得好，看我不把他们杀光！哎，老爷来，不是贼寇啊，不是贼寇啊。那会是什么人啊？您出去看看不就得了。安静一下。还真是老弱妇孺啊。是啊。闪开闪开，别伤着人家。诸位长辈，诸位乡里，别激动啊，不就是要粮食吗？石爷，去库房里拿几袋粮食送给人家。卑职这就去办。几袋粮食哪够我们吃的呀？那你说要多少？忽遭世道变，生灵皆涂炭，民以食为天，求粮500担。多少？500担？我说你是不是疯了呀？500担粮食，那我这库里也没有啊。说得好啊，你那粮库里没有，你可以出去挨家挨户的要去。你们县没有，可以去别的县要。具体怎么要我不管，反正天亮之前，我要看见500担粮食就码在那个岔路口的破屋门前。放肆啦！顽劣，我说你这个狂圣啊，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！哼，500担呀，别说我没有啊，就是有，你说我凭什么给你？就凭这个？这个，好使啊！我明白了。他想刺杀我，大人拿下！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看了，一把再普通不过的暗器呀！你以为这个就能杀了我呀？不是暗器，那是秦思源秦大人的匕首。秦思源，谁呀？还大人，光卖极品啊？有我大吗？睁开你眼睛好好看看。你认识啊？有我大吗？哎，老爷，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临安三县，甘孝全马，即刻筹粮。太好了！快点，动作都快点！哎，快！县令大人，粮食筹的怎么样了？我估摸着有300担以上了吧？啊，300担，这还差着200担呢。哎，走走走，跟上了。这边这边。大人，隔壁两个县的粮食也送来了。哎，来了。
来，快快快！怎么回事？看看吧，500担粮食，一担都不少，还有一些个瓜果蔬菜，够连安城的百姓用上一阵的了。我居然睡着了。是啊，那不是好事吗？说明你身体好，什么烦心事都没有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甭管什么意思了，回到营去，主公要问起来，肯定也有你的一份功啊。真是够意思。不过，我还是不知道你是如何一夜之间筹得这么多粮食的。千万别问，这事儿吧，就和你那个姻缘是一样的。本来是上天定的命数，凡人怎能更改？也就是遇见了高人我，这事儿要是说穿了呀，就不灵了。高人做事自有高人的道理。行了，那个，回去别人要是问起来，你可得替我保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高人放心，守口如瓶。走吧，你看车都到哪儿了？哎呦，我头有点晕，看睡懵了。樊兄，啊，我这几个兄弟也出了不少力，就别让他们睡牢房了，找个好的屋子安置起来吧。那是自然，包我身上。去后边把车卸了。啊，巡视回来了，大彪头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快进去吧。好。该你表现了啊，我就不去了，一宿没睡，太困了，洗个澡睡觉吧。这什么这？没听到，军师要洗澡，快去叫人烧水。啊什么？陈梅兄弟，陈梅兄弟。啊对，还有这四位兄弟，找个房间安顿一下。走。哎。表现。当时啊，我一个白鹤亮翅护在了军师面前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退却半步，那群官兵必定会一拥而上，将我们就地格杀。值此危难时期，只听我大喝一声，抽出大刀，冲入了敌营。刹那间，天地变色，星月动容，真如那虎入羊群一般，杀的敌军是溃散而逃。说起来，这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九死一生啊！但好在。最后我还是用尽毕生所学，拼死打开了粮仓，这才将那500担粮食尽数的押回。你叽里咕噜都说啥呢？你到底是去筹粮了，还是去抢粮了？我承认，当时我是冲动了，但人生难得几回搏，在这种危难时候，只有放手一搏，才能争得一线生机。啊，陈统领厉害啊！那照你这么说。你们昨夜应该是险象环生才对，那你为什么现在这么干净，头发都还整整齐齐的？这个嘛，算，别编了啊！军师呢？把他叫过来，我问问他。回禀统领，刚给军师烧了洗澡水，这会儿应该已经睡下了。洗澡？他还有功夫洗澡？把人给我叫过来！哎，等等，这军师忙了一晚上，好不容易休息，你让他睡个踏实点。你什么时候关心起他来了？我跟军师好歹也是一起上过战场、过命的兄弟，这兄弟之间彼此照应，本就是理所当然嘛。再说了，军师平日里也是任劳任怨，每天帮你批改文书不说，还要负责这营里的大小事务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大彪，你身为统领，对下属要多多体恤。这军师是干大事的人，这小事儿、杂事儿尽量的不要麻烦他。你们这一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你别觉得我偏袒他啊。统领，粮食已经清点完毕，随时准备发放。还等什么呀，大彪？
赶紧在营外开设一点分发粮食吧。不行，若是这么明目张胆的发粮，恐怕粮食还没到百姓的手里，便先被豹纹汉抢了去。那该怎么办？睡出时差来了。算了，吃早点去。高秋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只拿了一个馒头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让陈凡安排你们了吗？是安排住了，没安排吃啊。之前住在牢里的时候，至少还有一口饭可以吃，还有肉锭。现在，一锅粥四个人饭都不够。对不住啊，对不住，我太困了。明天早晨起来，我请大家吃顿好的啊。冯庸，赶紧吃啊，不然这一锅粥还不够咱们分的呢。快吃。突然想起我娘子亲手为我做过一锅燕窝粥，当时还嫌这嫌那，现在想起来，我除了惹她生气，什么正经事也没有干。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在担心我。冯兄，等处理完粮食的事儿，咱们一起回江湖。我这几天也是恍恍惚惚的，有时候还觉得唐人好像就在我身边，他冲我笑，他叫我的名字。嗯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他也叫你名字了？不是，我是听见我的夫人叫我的名字。那不应该呀，你们夫妻感情不是……你不懂，有些事情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。遥想当年，我日日与我夫人斗嘴，现在倒是耳根子清净了，可也开始怀念那斗嘴的日子了。
叶翔，以你家夫人烦你的程度，估计已经续弦了。不是你，也说不定以为你死了，改嫁了。叶翔，我要回去找我的夫人。哎呦，我要回去找我的夫人。叶翔，要是只够十日，我们走了临安城的百姓该怎么办？我们留下来又能做什么呀？啊，救得了一时，救不了一世。既然决定回来了，不就是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吗？这些道理我都懂，我都懂。但是归根结底，都怪这帮贼寇。放天雷，你还说？弟兄，我们在别人的地盘。放下我的娘子。人间竟有如此绝色，我要是能得到你，此生无憾。参见统领。画像上的人找到了？还没。属下另有一事禀报。讲。三天前我们粮食的销量便大为减少，到了今日居然没有卖出一粒粮食。怎么回事啊？属下不知，你差人去查了。三天了还不知？查去啊，看谁捣鬼呢。是。吓着你了吧？军师，怎么醒了也不叫我呀？啊，我刚醒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干嘛？不让吃啊？主公吃哪能不让？再给我来一碗。主公啊，这大夏天的，你过来就为吃我顿白食儿？终于舍得还我了。我早就想还你了，不过火药呢只能给你防身的量，营里有规定。行，够用就行，谢谢主公啊。对了，我刚刚让人算了一下，你这回带回来的粮食只能解一时之急，这临安城里的难民太多了，恐怕撑不了太久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筹粮。没有，附近县城的粮食都在咱这儿了，短时间内找不来。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才着急。这临安城是我亲手打下来的，虽然不是我的本意，但这城里的难民确实跟我脱不了干系。
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，军师？明白。行了，你就甭操心了，粮食的事儿我想办法。谢了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，主公。你以后别叫我主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主公公主的听上去没什么区别。区别还是挺大的。你可以叫我刘大彪或者大彪也行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还有个小名叫刘西瓜，你要是想叫我西瓜我也不太介意。只要你不当我的仇人，我就什么都能容忍，因为你是真正有能力的人。行了，筹粮的事儿就麻烦你了，想好什么场次跟我说。场次就不必了，大彪。哎，你就在营里 别叫那么大声啊，我这好歹是你的老大，也是要面子。知道了，大彪。来了，统领。嗯，查清楚了，原来是有人在给群众发粮。谁呀？应该是八道营的人。刘大彪。嗯，统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不要将粮食降价销售？我将。他不是菩萨心肠吗？我让他发，我看他能撑得过几天。申公，我日夜督造，终于在七日内完成了1000柄火铳，得了这批火器，我们肯定是攻城略地，屡战屡捷。练好兵了，咱们该开拔了吧？这些地方我都待腻了，咱们下一站去哪儿？是去新吴还是直奔江宁？不该问的就别问，在哪儿验货？上面。重新匹配了重量，更为趁手。引擎也改良过，激发更快。郑彪在。上。是。五朝啊，坐拥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火药库，就只知道造些火炮那种笨重玩意儿，观念太落后。将来的战场必是轻火器的天下。我们有了这批突火铳，就等于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。方琼在。明日起下发各营准备训练。是。哎，老先生，如果把这个握把改成弯的，是不是更成熟些？申公在武器造诣上远远胜过老夫啊。你看你这也挺会说话的，开始跟我下降了。哼。申公啊，老夫还有件武器想让您过目。还有一件，快拿来我看。申公请。大哥，当心有诈。其实有
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岂无浓情意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无言又何，何时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